也感谢有个老六用铁盆盖住死去的小鸡，然后用木棍敲击铁盆，死去的小鸡竟然复活了。我去，这个也太神奇了吧，这么好玩，我们也来试试。小鸡我没有啊，我家里面只有这个鸡蛋啊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让那个鸡蛋陪我睡一晚啊，看一下我能不能孵出小鸡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接下来就是第二天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小鸡有没有孵出来。耶，真的孵出来了。哎，这孵出的小鸡怎么闭上眼睛呢？哎呀，这小鸡不会是不行了吧？为什么我孵出小鸡不行了呢？赶紧的，赶紧的抢救，快快快，赶紧抢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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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铁盆拿过来，盖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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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只要在评论区输入加油七月，在你的单位同学就会出现加油特效。我去，那么神奇，我也来试试啊！加油七月。啊，艾特啊，艾特，这上面全部都是我重叠啊，我全部把它艾特出来啊。哎，我看看有没有啊。我的天哪，真的有，真的有特效，你们可以试试吧。据说学生党不能用这个手势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。就这个手势不能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，我不信，我来试试啊。哎，还真的不行了。哎，我可以啊，哎，我可以啊，你们试一下看看你们行不行。行了没有？上！我靠，手机不行了。醒醒呀！我操，咋不行了呢？我操，醒醒呀！我靠，醒醒啊！醒醒呀！这不行啊！赶紧的！哎，听到声音了！哇，你活过来了！哦，他活过来了，我去，原来是真的，真的可以把小鸡啊敲活，我去啊，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